其实 OK，系一开始嗰时我唔使讲咁多，可以方便。先等下先，OK 嘅，即系我哋而家下一步咧要有嘅嘢系，如果最好就有多个 hop 啦，系嘛？系咯，同埋 conveyor 咯。最好系经咗 hop 咯，但系应该好少，好难要 research。如果唔系嘅话，就净咁摆个 hop 喺度，我觉得 OK 嘅，可以摆系咗喺啊度系住咯。啊，系啊，好，来啦，准备好未啊？好紧张，准好备 intense 啊！我觉得玩呢、這个，等先，21个谷我会唔够叠噶？shit 系，会我有机会唔够叠。等一阵，我摆多一个落去先，我摆多一 set 出嚟先，我摆多一 set 喺度先，一二三四五六八六四廿八，啱啱好啊，而家 OK 啦。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咧，冇唔使洗碟咧，系一个好天大嘅喜乐？OK 啦，但系你啲碟压咗好多位啦。哦，系，唔系所以啲人，我见到啲人系做碟嘅 automation 咯，就系全撕啲碟落去咯。系啊，但系嗰个会细，用咗好多 conveyor，我又觉得唔 碟系嚟讲又好啲似人唔唔系系用好得。conveyor belt，用 grabber 啊。普通哦 grabber 已经做到啊嘛，佢又话，，actually，出，我可以摆边啊啲煲，我唔中意个煲啲位好嘥位，我摆呢度，算啦，咁即系又要少个 counter，算啦，咁样可能好啲，因为我成日要我要摆低煲汤，我唔够位，我成日摆咗落个 workstation 度，OK，之后咁样好啲，真系。哦，系啊，都得，俾我一趟先。哇！点解啊？哇！点解我摆唔到个？你未煮，我已经摆你已经有点，肉。睇唔到。你要一个蘑菇，一个普通。蘑菇嚟紧，啊！要个洋葱。两个洋葱。没事，不能。啊，怪故。哦，好。
唔係，個菇已經到咗。洋葱冇啦，洋葱加过去啦。哦，系我又揸快，唔计准。唔得闲，唔得闲。Dash 好有用，好事攞多咗个啊！顶系咁攞错 pizza。我压住你个位置，诶，我摆嗰边。诶，诶，拉屎喎，中。好像没快到，因为好像深坑我们长期搭住了、要多个普通啊，唔该。不要搞，好噶。我唔够时间整，冇啦，应该唔够时间。除非佢有黐錯，喂有黐錯，我梗係黐，梗係啊！咁可以換走呢個，梗係梗係，搞掂 ，easy。其實係 easy， 我覺得好 intense。冇嘢，覺得 OK 啊，幾好啊，唔錯唔錯。但我唔明咯，我哋 shift 明明 shift 咗勁多，點解都仲係285？咁少錢，因為 pizza 唔貴啊，因為易整嘅嘢係，即係可以分，可以一件分幾件嗰啲，唔會俾好多你，唔會俾好多錢你。sad， 俾有 auto plater 喎，你想唔想 copy auto plater？ 嗯，但系 auto plater 有冇用？我唔誒，你遲啲有 tray 嘅時候就會有用咯。但冇位擺啊，冇位擺個 auto plater 落去個 compartmentalizer 度。唔係啊！如果你用 tray 嘅時候咧，你就唔會擺落個 portion 嗰度噶啦。你係將佢對住個 counter 之後，你用個 counter 嚟入啲碟落去嗰啲 pizza 度，因為你可以拎起兩件 pizza 之後入兩隻碟啊。哦，我明白講咩啦。所以玩 tray 點解一定要有 auto plater 就係咁解。即係因為如果唔係你 tray 就嗰啲 auto plater 直接懟落佢張台度嘅意思係。唔係啊，即係例如呢、這個 auto plater 啦。係啊。呢、這個 auto plater 對落呢度啦，咁我係攞住個 tray 噶嘛，咁我喺呢度攞一塊，攞兩塊，之後就撳四下 P 嘅話，我就每個 pizza 都會變咗最後碟咯。咁其實會唔會直接係把 auto plater 我整台度，跟住我撳落去咩擺咯？
应该都得噶，可以。即系如果我即系个同样 concept 啊，系啊，可以。你等阵，你整住先。乜嘢啊？你搵我做咩啊？你预咗唔翻先啦，我唔知翻唔翻。我应该玩过最后一下，跟住我就要过去嗰边准备啦。披萨可以咁，嗱我哋应该买晒，Freezer 两个披萨。系啊，你个汤咯，其实个汤要唔要 Freezer 都哦，8蚊啊，8蚊买咯。跟住。你想唔想买咗啲？呢个唔出吧？呢度你讲，唔到要咁噶。你使唔使？其实诶，其实我想讲你个 copy 啊，同埋个 discount，其实我调转个 table，因为你入边嗰啲唔使 discount 咁滞噶嘛，唔使 copy 咁滞噶嘛，个 portion 喺度，左右调转我意思系。都系嘅。其实嗰个右边嗰个，其实仲要唔要？有冇人需要啊？佢系其实 cop 诶 portion 唔系 combiner。combiner 嚟噶，我有两个 combiner，你仲有嗰两个 combiner 得几蚊？你可以而家即刻买晒佢都得。我呢度仲有一个不过我 combiner。哋又冇，但我哋又冇其他嘢要，一系就 research dining table，好似又冇乜意思，冇乜需要。research dining table 冇系啊，research table 反而。呢个系咩嚟？我唔记得啦。啊买唔理三七，买咗个 computer 先，15蚊。呢个做咩？我唔记得。转佢哋啲 order 咯，但系哦，冇冇用啊。即系佢甜品就会转其他甜品，但系因为你第一样甜品，所以你唔可以令到佢唔要甜品。反而我想要 display 声咯。因為 display 聲其實你可以嗌佢淨係要買一份買一個主要簡單嘅 pizza，即係可能譬如普通 pizza，跟住淨係整，但係其實都又冇乜分別，好似感覺上。你仲使唔使要嗰個 command mixer 要咁多個？遲啲會要，因為遲啲所有都會變咗 command mixer，咁即你係你使諗唔下番茄、芝士、洋葱，係咪應該買咧？系咯，你使唔使买定一个先？因为又唔系贵嘅，应该而家应该得翻15蚊系咯。咁其实你会唔会已经咦，咁而家我 automate 可以多一整一个咯？個。系啊系啊，我意思系你又可以 automate 多一个，你又悭翻一个位，即系可能悭翻洋葱，因为洋葱啊唔系，洋葱唔够啊，洋葱你要咩？你可能要悭翻 mushroom 或者芝士啊芝士咯。系啊，我啊，唔想系咯，翻芝士度，唔得啊！芝但士我要 cheese board 系唔系，所以我要咁样咯。啊。哦，跟住之后整上去。咁但系就变咗做，我一定要帮你吞个汤出嚟，咪你冇咗位吞汤。将个汤近咗一格咯。你会唔会吉嗰一页远一齐啊？唔会啊，你啫嘛，因为我不嬲都系行呢度。汤我又冇乜嘢嘅，我可以，我可以跑而家。系咯。呢度可以摆多用埋呢啲碟添。咁摆到 counter 都系。哦，唔系，我要攞多个 blueprint 入去摆。唔想做 research 啊，我做 playtime。可以啊，但系咁样唔系，都系唔系咁样做啲。我想所有嘢都有得 copy。AutoPay 好似几多钱啊？20蚊。AutoPay 15蚊，唔使 discount 又。
同埋我哋要，哦，系啊，我哋都要嘅，我做咩噶？你使唔使要呢嚿嘢？你啊，唔系，你嗰个冇，你嗰个冇嘢。其实我唔系应该近过去，我唔系应该近。系啊，你左边嗰啲都唔使，系啊。系咪都系通常呢三格嘅？但系绿色好似会行慢啲嘅，所以你可能摆最尾会睇下摆边度，你最唔想佢行慢啲。咁咯，我都系加速嘅。你使唔使入咗个咩先？可以。哇！我想问呢，啊，冇嘢啊，咦，咁样冇用。我想问呢，点样？我想问一样嘢，你点样可以 auto 味一开始面粉嗰个位啊？其实你讲系啊，冇得 auto 味啊？点 auto 味？冇噶嘛，我见有人做到喎、啊。我未一开始，你未要好多 conveyor belt 同埋 combiner。佢唔知点样样将个 oil 摆咗个升盘度，跟住佢唔知过经过咗个水定唔知点样，佢就唔系应该话唔系个 cheese pot 嘅，系 cheese pot 导致啲人行慢咗，即系离开慢咗。反而一開始，其實一開始我發覺可能唔使整麵粉都得，你可能整一兩個俾我就得，即係整喺呢度同呢度，因為我發覺呢啲其實有啲軟。之後你可能整定 cheese pot 咯，你反而可能整定 cheese pot 擺呢度咯。我唔係啊 ，cheese pot 我唔係整唔切啊，係純粹係啲人突然間 order cheese pot 整慢咗成個佢走嘅。走嘅、嗯，但你唔使，你唔使 serve 紧嘅时候要整啊嘛。如果你开始整定两个嘅，因为其实如果 pizza 嚟讲，如果我走到落呢两格，其实会耐过我自己喺呢度整。所以一开始有两块应该已经够。我整定个 cheese board 都得嘅，都得嘅。嗯，我咪先。可能咧，我一间我谂紧咧，如果你真系好得闲啊，反而系你帮我搬啲碟落去某啲位噶，即系 transfer 啲碟由呢啲最右上角落去呢啲位置，会最好。可以啊。我一开始会尽量试，睇下可唔可以用到最右边嗰啲。如果唔得嘅，我先至用中间嗰啲。要多个汤。都需要多个炉。我知啊。
我要加个空。咁，之前我已经系不停咁样，已经唔煮披萨咁样煮汤都唔够。我觉得太快啲。蘑菇嚟噶，嚟噶。做咩？我擺唔到個披薩。哇！唔繼續，算啦。石石石石。因為我張黃卡好似一係呢個啊，一係唔知出啲好奇怪咩 flower pot 定唔知乜嘢。要曬全部曬咧？呢度全呢度有曬咯，兩個曬咯。咁你揀一張曬 potato carrot 呢兩個其中一個咯，我諗好過湯咯呢兩個。呢、這個 onion， 因為如果萬一真係有湯嘅話 ，onion 通常都要 onion， 咁你就少咗個嘢，唔使咁多嘢。唔使 share 喎，如果你分開擺嘅話，可以。都係嘅，咁呢個。好啊，我過去嗰邊準備啦。你如果 Tommy 玩你同佢玩住先咯。但係你幾點得？